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现在讲到分别功德品第十期，这一品经里面前段还是属于本门的正宗，而现在讲的后段就是属于本门的流通分啊。所以本门开进贤缘一样有三段续正宗流通，现在这是第三流通段，有三分为三段，也就是后边还有三品经文跟这个分别功德品的后段，等于是三品半的经文呢，是属于本门的流通分。现在第一段就是分别功德品的后半段，跟第六卷开始的随喜功德品这一品半经，叫做名初品因功德一劝流通。初品就是五品的第一品，有随喜五品啊，随喜读诵讲说也叫做说法，兼行六度正行六度，这就叫做五品。原叫五品位，就是以这个五品啊为它的阶位的第一。那么这里先说这个随喜品的广大功德，所以这半品跟后边的随喜功德品是说明随喜品的因地发心能够随喜的功德有多大，来劝后代能流通这个法华大经，所以叫做初一品半，名初品因功德一劝流通。那么第十九法师功德品，那是说明初品的果功德一劝流通，那么随喜所得到的果报上的功德在法师功德品里面说明。第三就是常不清菩萨品，那是第二十品了，因信回福罪正劝流通，就是对于法华经能生信心所得的福报，如果不信而毁谤所得的罪过来说明证明这个法华经的功德，劝导后世要流通法华经这是本门流通段的三个阶段。现在讲的是第一初一品半，名初品因功德一劝流通。这个科判里面有两段，第一名现在四性，第二名灭后无凭。现在指释迦牟尼佛在世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功德四性功德。灭后就是佛入灭以后，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依法华经修行所得的功德。那么这里先说明现在四性就是四个阶段。第一一念性解，第二解其缘趣，第三闻持供养，第四深信贯成。现在讲的是第一一念性解，一念性解有常闻有句诵，常闻上次讲过了，现在是讲的句诵。句诵里面顺着前面常闻有三段，常闻里面三段，第一出相貌，第二明功德，第三明未行不退。现在这个句诵啊一样是顺着常闻有三段，不过次第不同，所以第一叫做抄诵功德，因为明功德在常闻是第二，现在是排在第一，所以叫做明抄诵
因功德啊，抄诵功德。那么抄诵功德顺着前面的长文有两段，第一，抄诵葛亮显多；第二，追诵总论无量。抄诵葛亮显多啊，就是先把这个明功德的这个意义啊，先超前而重诵说过了，然后追诵总论无量啊，追诵总论无量，就是把前面本来排在这个前面的排在后边的那么抄诵是超前而诵，追诵是追后而诵，因为前面在后边，现在在前面，那就是变成抄诵。前面长文在前面啊，现在搬到后边又变成追诵啊。那么因此这两段在上次也已经讲过了啊。那么现在是本来是讲到这个名未行不退啊，第二诵未行不退，经文就在第335页啊。上次是讲到若然系无有一切诸一回身性身心虚一性，其复为如此。这一段呢是叫做追诵总论无量啊，就前面的追诵总论功德无量的这个意义啊，后边就是诵这个未行不退。这个未行不退的未行两个字啊，文句是叫做未行不退，会意就叫做行未不退，所以有的时候会写作未行，有的时候会写作行未。这里是写作未行不退，就是顺着文句的原来的扩办啊。前面是讲到身性虚一性，其复为如此啊。虚于就是一念之间啊。如果一个人听到《法华经》，他能够升起信心啊，就是有一念之间升起信心，他的福报就是非常的广大。应当是上次讲到万亿劫数中行此诸功德是334页。如上之所说，上次是讲到这里，接下去说由善男女等闻我说受命，乃至一念性，其福过于彼。这是诵正格信解功德甚多。这重诵前文的正格量，格就是比较，比较这个信解功德很多啊。如果呢是有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人，能够升起一念信心，听到前面的受量品的道理。闻我说受命是指前面受量品，前面受量品的说佛久远成佛的这个显本的道理，别说是多，乃至总之能够升起一念的信心，就是后文的虚疑啊，这个福报就胜过前面五度功德多多啊。前面的比较的较量的这个数目字啊，比那个就很多，超过很多，显示这个随喜功德之大。那么然后啊，再往下才是诵正格信解功德甚多了啊。若人系无有一切诸一回身心虚于性，其复为如此。如果有人听到《法华经》，不会有怀疑之心，也不会有后悔。所以这个若人系无有一切诸一回两句连起来念啊，虽然是句诵五个字一句啊，但这个意思是连贯的，连起来念啊。那么如果听到《法华经》没有怀疑，没有后悔，而深深地从心地里升起一念信心，虚疑就等于前面的一念，能升起一念的信心啊，其福为如此。他的福报就前面所说的比较出来的无量无边的功德
超过前面比量的功德。追诵总论无量，追诵前文，本来总论无量在前面长文字的前面的，现在搬到后边来，搬到后边来就叫做追诵啊。那么功德很多的文字本来在后边，是先诵就变抄诵，所以这里叫做追诵总论无量啊。追诵总论无量啊，这里就是所谓福报如前文所说啊，非常的殊胜。那么接下去诵未行功德，这个未行功德会意叫做行微，实际上这里还不是那个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之类的意义，这只是说他听到法华经一念随习，这个功德就一直到不退转，显示这个功德殊胜，所以他的地位就在听到法华经之后对大圣菩萨道的地位，他绝对不会再退转。行论他的修行啊，比这个无量劫修行的功德还要殊胜啊，所以叫做说明未行不退啊。下面重诵未行不退有两段，第一名不易信解，说法华经的道理很深奥，很不容易升起信心而达到真正了解的意义，所以重诵里面说，其有诸菩萨无量皆行道，闻我说寿命，是则能信受。如果世间上有菩萨，他过去已经经过无量皆修行菩萨道，修行菩萨道经过无量皆以后啊，听到前面的受量品，我佛自称，听到我前面说的受量品的道理啊，那么他才能够升起信心而接受前面的说话那么这就是显示不易信解，要经过无量劫修行菩萨道听到这个道理才能够深信而灵解，显示这个难信难解的情况，那就是显示不是说一听到佛法马上就能信受，他必定要久经种下善根，那么修行经过的时间很长，然后他有这个深固的善根呢，一听到这个上面所说的受量品，说佛久远成佛的这个实际情况，他才能够接受，才能够相信啊。那么下面第二人字下第二名信解，则必发愿故得不退，说明他不退的原因。所谓未行不退啊，因为他听过之后有深信的信心啊，他就会发愿要受持这个法华经，那么由此就得到无论是未是行都不至于再退转。那么这里经文有四行多的这个句诵啊，如是诸人等，如是指上面听法能生起随喜生信心的人啊，顶受此经典，顶戴受持，顶收啊显示他对于这个大经的信心的隆盛啊，顶戴而受持之。现在人一般可以说是看不到这种的做法了，古人呢为了表示对于佛宝法宝的尊敬，把佛像戴在头上行道的，例如说弃诵禅师明教诵，他每天他要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他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把观世音菩萨的像戴在头上，顶戴在头上啊，那么然后啊边进行边念观世音菩萨，这就是顶戴菩萨像而行道，表示他对菩萨的尊敬，把菩萨像戴在头上啊，表示尊敬至极，这个就是所谓顶戴受持啊。而对于法华经，把经文对法宝的尊敬，古人也有这种的刑罚，把一部法华经戴在头上，顶在头上，然后来进行念这个法华经的
这个题目，或者是念法华经的句诵啊，顶戴这一部经在头上来进行，所以叫做顶受此经典啊，这是实际上这样做的，现在是看不到了，现在没有人这样做啊。那么这是思想上是如此，把佛像啊，或者是法宝经典顶戴在头上，边行边受持啊，叫做顶戴受持。愿理说就尊敬到极点，深入法华的妙理啊。那么顶戴受持表示尊敬到极点，顶受此经典，那么对于这部经他深深的尊敬，纵然没有顶戴在头上啊，但是他的内心啊，至极的恭敬，对于这部经的恭敬心啊，跟这个顶戴受持没有两样，所以叫做顶受此经典。简单说这一句话就是表示他对法宝对法华经的恭敬尊敬到极点。那么因此他发愿了，希望将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他发愿希望将来近未来际能得到法身寿命无量，在这个世间近未来际跟佛一样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如今日世尊诸世中之王，道常狮子吼，说法无所谓。今日世尊就指今天释迦牟尼佛，就好像今天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成佛他是在释迦族出世，为释迦族的净饭王的太子所以称他叫做世中之王世中之王是对佛的表示恭敬啊，他是释迦族现在成佛了，纵然不是世间的人王啊，可是他是法王我为法王啊，以法自在，那么因此尊敬于佛，称佛为世中之王这是指释迦牟尼佛。现在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说法，道常狮子吼，道常指的菩提树，菩提树下修道成佛的场所那么从此以后说法无畏说，所以叫做狮子吼，狮子吼来比方佛说法。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一直到现在说法华经，四十几年来做狮子吼，说法无畏，无所畏而说，所以叫做狮子吼。无畏说就显示佛通达一切佛法，无法不通无论你怎么样的问呢，他都有办法能够替他解释清楚，不会有所惧畏，所以叫做说法无所谓，等如狮子吼，为万兽之王，狮子一吼，百兽千仓显示佛能降服外道邪魔，能够使众生断烦恼成菩提。那么希望将来我也跟佛一样，我的未来是一切所尊敬，坐于道场时说受一如是，这就所谓他的心愿我随喜功德的人听到法华经三随喜心的人，希望发愿近未来际未来之事生生世世多为一切众生所尊仰所恭敬那么如法修行，到了成佛的时候坐在菩提树下道场成佛，所以坐于道场时坐在菩提树下成道的场所的时候，将来我成佛了，我说寿命无量也跟现在佛说的情况一样。这里有个疑问释迦牟尼佛他是真的久远劫前成典劫前就成佛，所以他成佛以后生生世世都是随顺众生而做度化事业，那么示现八相成道那么现在这一生也是事迹示现成佛，那么因此他可以说我在成典劫前就成佛了。那么你现在才修的人，才随喜功德的人，你发愿将来你第一次成佛的时候，你也要说我的寿命无量，这个怎么能通啊？因为你是第一次成佛嘛那么佛是久远劫前成佛，成典劫前成佛，他成佛说寿命无量，说他过去久远成佛，这是事实。
那您现在修行，将来刚成佛的时候，你也要说我也是寿命无量，这个怎么能通啊？按照古人的解释，这个说所谓寿命无量啊，是指的未来，不指过去，指未来啊、嗯、那么这样子就可以通了，因为他是第一次成佛呀，刚成佛嘛，过去是行菩萨道啊、嗯、那么这是第一次成佛，那么将来啊，这第一次成佛以后为本呢、啊、以后示现世迹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尽未来际在世间天上人间做度化众生之一。所以我说的寿命无量是说未来尽未来际，那么再经过千万亿生以后示现成佛千万亿次，然后我也可以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说寿亦如是，也可以说过去了。第一次说未来，将来经过千万亿次示现成佛以后也可以说过去，所以叫做说寿亦如是。亦如是，第一次成佛说未来寿量无量，将来经过千万次的这个示现之后啊，他也可以说过去啊、所以希望跟佛一样，那么意思就是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成佛以后也是尽未来际度众生啊、这就叫做说明信解这必发愿故得不退啊、他有这么大的愿力，所以尽未来际行菩萨道不至退转，无论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三不退，都能圆满成就，所以叫做重诵这个位行不退啊。这是由愿力巩固而使他不退，地位是还没有到，还没有证到，因为他还是初品呢，所以将来能够得到，所以叫做名行位不退。下面第三，追诵相貌，诵相貌，这个相貌本来常文在第一，先说的，现在摆在后边，所以叫做追诵。前面名相貌是第一，现在诵重诵是第三，所以叫做追诵。追前文而后诵啊，若有身心者，清净而直直，多闻能总持，随意解佛语，如是之人等，于此无有余。这一诵半就是追诵啊、如法身信心这个随喜功德的相貌啊。如果有听到《法华经》而能升起深深的信心的人，他道心清净，由此身口意三业清净，心地清净，烦恼断尽。那么现在以直指之心修行，直指就是直心是道场，直心是道场，他不会弯弯曲曲他一直直心到无上菩提道，清净而直指。那么他在修行的时候能多闻，能总持一切法那么随佛所说的意义他都能够了解所以随意解佛语，佛说法有随自意语，随他意语，也有随自他意语。无论是了意不了意，只要以使众生能得佛法的真实利益，都能够随他的意义而了解佛说法的意义。所以佛以一因焉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如是之人等，于此无有余。像这类的人有这种随喜的相貌那么这类人呢，他对于佛法，尤其对于这个《法华经》内容所说的，他一定啊不会有所怀疑，一定能够成就。那么这是重诵第一一念信解第一一念信解的文字到这里才讲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的现前四信的第一段就是一念信解，文字比较长，到这里讲完。下面第二解其缘趣，文字比较少了，就是长文了解佛所说的《法华经》的语言，它的宗旨的去向能够明白，就叫做解其缘趣。又阿逸多，若有闻佛寿命长远，解其缘气，世人所得功德
无有限量，能起如来无上智慧。这一段就是第二，佛事的第二解其缘趣。听到《法华经》的，佛的这个言辞，他能够知道这个宗旨的去向，那么这里说这类的道理，所以佛对弥勒菩萨说：“又还有哦，前面是一念性解，这是说他听到之后生随喜心，而又能够了解这个道理。”阿逸多是弥勒菩萨的名字啊。世间上如果有人听到佛前面说受量平的久远成佛、寿命长远的道理，他了解佛说法的这个言辞，他的宗旨的去向、他的目标，那么这个人所得的功德呀，就无有限量、无穷无尽的，无限的寿命，无有限量，能起如来无上智慧。怎么叫做没有限量的功德呢？因为他能够升起成佛的无上的智慧，就是说他能够升起一念性解，解其缘趣，那么进一步啊，他能够开发佛果上的智慧，能得佛的一切种子啊，如来就是佛，无上智慧就是佛的究竟一切种子，他都能够成就啊。那么因此之故，所以解其缘趣的功德也是没有限量。第三，闻持供养，听到法华经之后能受持又能供养，那功德更是不可思议。所以经文说：何况广闻是经，前面解其缘趣功德就那么大了，那只是一首诵一部分功德就那么大，现在是把全部经文都能了解啊，来狂出他的功德更为殊胜不可思议。广闻，广详细，详细的了解整部法华经的意义啊，世经就是法华经呢，他听到法华经全部的道理他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到。若教人闻，或者是自己在听说，也教别人去听经啊，那么这个能够发心劝导别人来听经，功德也是一样啊。若自持，若教人持，自己受持法华经，无论是读诵啊、意念啊，那么自己执受在怀，任持不失，时时刻刻不忘法华经，或者是教别人也一样这样受持。若教人持，教别人受持法华经。若自书，若教人书，书是写，古代流传经典那都要靠写，靠写，因为没有印刷，现在印刷发达了，不一定要用写了啊。古代用写是很不容易的，自己如果字写得好，自己写；自己写不好，教别人写，托别人写啊，功德一样啊。这是说受持读诵书写，就是十法行啊。若以花香银箬床幡蒸盖香油酥灯供养金卷，这是说供养，或者是用香花，那个华就是花，或者是用好香、墨香、烧香等啊。银箬是宝珠之类啊，以宝供养。床幡都可以知道的啊，蒸就是布幔类，盖是宝盖啊，以这些庄严道场的东西来供养法华经，或者是用香油啊，很香的香油啊，涂抹在这个法华经的金盒子周围来表示供养啊。酥灯点灯供养，酥是酥油，哪有啦，用酥去点啊油灯，那么这个灯的点出来的这个发的火焰呢、啊，不但没有臭味，而且有香味啊，有这个酥的香味，所以用酥点灯，这是印度才有了，我们中国人平常都是用油点灯了啊。那么普通的一般的，例如说植物油之类去点灯，那么用酥去点灯的，那么只有在从前印度啊，比较有这种的这个点法。那么用好的油点灯，功德也是一样了
啊，不能用那个发臭的油啊，例如说石油不能用，石油啊，很脏，而且又臭啊，用那个灯点在佛前是不好的啊。那么以前呢，没有油的时候，往往也用这种石油，用这个种子香又尊贵又清净的这些贡品呢，来供养《法华经》，跟供佛供菩萨一样，来供养这个经卷，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能生一切种子。世人只晓得闻持供养的人，他的功德啊无数量无边际啊。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因为他呀就能够生发起这个一切种子，生就是升起的意思，从此啊发出他本有的智慧光明，那么如法求学修学佛法，将来能证到佛果上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所以法华是佛的智慧啊。那么你依法华经来修学，就能得一切种子，成就佛的智慧，这就是闻持供养。下面第四段，深信贯成啊，这个深信贯成不但是在佛世，一直到灭度以后照样能够成就的，不过是越佛世来说明贯成。阿弥陀，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长远，深心信解。佛对弥勒菩萨说，阿弥陀，世间上如果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有善心的女人，这里是男女有分别了啊。那善男子是指男的，善女人指女的，这通途指一切人众啊。如果当时在灵山会上听到佛说这个寿命长远，就前面说量平的道理啊，知道佛久远就成佛了，那么对于这个道理他听了之后深心而信解，深深在心地中升起信心，而且能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人呢就能够依法修观，成就下面的观境啊。这位见佛常在七邪苦山，这个人因为他能如法修观的缘故啊，常时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就在七邪苦山说法华经。七邪窟就是灵山了啊，就是现在这个说法的这个灵山，就是王舍城附近的，就是佛说法华经的地方。那么佛在世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就是佛灭度后修观成就的照样能见到佛在灵山会上啊说法华经，等于智者大师的贯成情况一样。那么看到佛供大菩萨诸声闻众围绕说法，看到佛在灵山会上有很多大菩萨很多声闻众啊围绕在佛的身边，在哪儿说法啊，那么就是灵山一会俨然在前啊，灵山一会俨然在前，就是已经佛灭度两千几百年了。只要你能够如法修行法华经，那你照样能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会上在哪讲法华经啊，还是俨然在前，并没有入灭，还在灵山会上啊。那么下面是见到更殊胜的境界，有修观成就而见到这个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的那种殊胜庄严，就是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释迦牟尼佛净土里面他不会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五诸恶师呢，都看到那个清净庄严的境界。所以说又见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他同时也能看到在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地方了啊。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这是他的净土啊。我们众生看到五诸恶世，但是阿罗汉以上的圣贤看到的都是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王净土的境界。他看到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其地琉璃，大地都是琉璃组成的，青色宝所成的这个大地淡然平正，没有高山啊，都是平而正的大地
这个凭证情况前面受祭品讲过很多。阎浮坛经一戒八道，既然凭证他这个路怎么样分辨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项都用这个阎浮坛的经做寻址来做这个路的界限所以叫做一界八道。八是八方八方的道路都用阎浮坛经阎浮坛是最殊胜的这个经就是阎浮是圣经圣经咒就叫阎浮提。那么要用这么殊胜的经去做八方的道路的界所以叫做一界八道。宝兽行列，路边呢有好多的七宝兽，像极乐世界一样，一行一行的排列很整齐。珠台楼观，这里有好多宝台、宝楼，观也是楼房，皆系宝城，通通都是众宝所成的。其菩萨众闲出其中，好多大菩萨都住在这些楼阁里面呢，在哪里做度化众生事业。若有能如是观者，当知是为深信解相。如果晓得这样子修观，那就显示他的观境殊胜呢，所得到的果报所见的殊胜境界也就是如此琉璃宝地一直到菩萨都住在里面，这就是说明这个就在娑婆世界能见到方便有余土声闻人阿罗汉所看到的那种清净庄严的圣境那么菩萨都住在里面，那就是十报庄严土的境界。菩萨看到的是十报庄严土声闻看到的是方便有余土。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有高山啦、深坑啦、不平啊，可是阿罗汉都在这些地方在哪里安居。所以在大陆像天台山啦、清凉山啦，经常都有罗汉境界出现，那阿罗汉都住在那个地方。可是以凡圣同居他住的是圣贤的地方，就是方便有余土菩萨的地方就十报庄严土。五台山文殊菩萨教化的道场，我们看是一个山，可是在文殊的境界里就是十报庄严土的境界所以这种的清净庄严，那么修观就能成就。只要能够具备这种的深信解相，那你当下就能够贯成这个方便有余十报庄严的殊胜声闻菩萨的境界。前面是说明佛世的就是所谓现在四性现在四性的第四深性贯成呢，可以一直通到灭后甚至末法时代的众生能够如法修观，一样能见到灵山一会俨然在前。所以这一观是通于后来。再往下的经文呢，灭后无凭，名灭后无凭，灭后佛入灭以后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世间上能够依无凭修行的人那么所得的功德利益这是随喜功德之大分别这类功德。说明灭后无品也有两段。第一，列无品列无品出葛亮后四品功德，把无品的名词列出来抽象的比较一下，葛亮就是较量较量比较一下这个随喜的功德因为详细在后边随喜品所以集字下第二随喜功德品广格量出品功德。所以这个明灭后无品呢，一直灌到后边，灌到后边随喜功德品。随喜功德品也就是属于这一科的范围。现在分别功德品剩下的后端呢，就是列无品
出葛亮后世平功德，因为这个随喜平的第一平啊，留到随喜功德平再详细的比较较量这个功德，那么因此啊，这个叫做出葛亮，就出较量。那么这一段，因为经文有长文有句诵，就顺着这个文字分两段，第一长文，第二句诵。长文有五段，第一起随喜心，第二加受持读诵，第三加教人，第四加坚行六度，第五加正行六度，这就是五品的名目了。随喜、读诵、讲说，教人就是讲说啊，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这个叫做五品啊。这就五品位啊，就是通达这个方法，这就是属于名字即佛啊。藕益大师临将要入灭的时候，他有这么一首，有两句话说：“名字位中真佛言，位之毕竟复何人？”那么藕益大师他自己承认他是证到五品位，在修行的阶位上，他只是名字即佛的五品位而已。可是他临将灭度啊，这个五品位的真佛言要交给谁，还找不到人。可见这个末法众生啊，真是麻布袋哦，一代不如一代啊，很差。这个智者大师他是真到观心品啊，而藕益大师他是这名字即佛的真佛言啊，可是也没有人好教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人都是礼记佛啊，我们还没摸到门路的。那么就按照这五段文呢、啊。随喜详细在后评啊，这里只是大概的比较一下。经文说，又复如来灭后，科判明灭后，就是根据这句话，如来指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就是八十岁入涅槃以后啊，这一生的应身啊圆满啊入灭以后，若闻是经，如果有人听到这部法华经而不悔之，听到他不会不信，不会不信就不会去毁谤，知嘴巴说出的毁谤的话叫做知啊，不悔之就是不会毁谤啊。既然不会毁谤，生信心就是起随喜心，内心生起欢喜心、随喜心，当知以为生信解相，这是出葛亮啊，粗粗的比较一下。随喜功德，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呢、啊，已经是有深深信解啊、这个《法华经》的内容的道理啊、这是他的相貌啊、能够了解《法华经》，所以才能够随喜。随喜两个字看起来简单，内涵很深啊、在后边随喜功德品再说明啊、这是简单的提示。下面是第二。加受持读诵啊，就是五品的第一先随喜，第二是读诵，就再从随喜之外再增加读诵。那么有两段，第一标人相，第二葛亮功德，标出这种能啊读诵的人，何况读诵受持之者。科判叫做加，就是因为这个下面那个何况两个字啊，这是连上文来的，不但随喜，再进一步能够读诵，所以叫做何况能够读诵能受持的人，所以这是说明这个能受持读诵的人就是叫做标人的啊能形成的相貌。下面是葛亮功德，就是较量他的功德。实人这位顶戴如来，这个人呢等于他头顶上顶戴佛来进行了，显示他已经接近于佛的无上菩提啊，顶戴如来。阿逸多，是善男子善女人，不须为我扶起塔寺，即作僧房，于世世供养众生。这个人能够随喜读诵受持啊，
无论是善男子善女人，他不一定要去建塔供养佛啊，也不一定要做僧房来供养僧啊，也不一定要事事供养众生，并不是说不必做，而是说他刚刚才随喜读诵啊，要专一起心，要使这个修道修行的功夫专一的缘故，这个时候他还不需要去做建塔呀，修僧房啊，事事供养啊这类的事啊，他暂时可以不做，不要把这个不需两个字误会以为说不必做，不要看作不必做，不是不必做，而是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够做那么多的工作。第一先随喜，第二就受持读诵，好好的受持读诵，他功夫要求赶快成熟，所以不能做这些福德事业，这个时候不需要去做，那后边就要了，所以后边有兼行有正行吗，所以可见这里所说的不需啊，只是说你刚学习开始学的时候还不需要，这个不需要不是不必做，而是说你现在要注重在读诵受持，等到读诵受持有所成就以后就有需要了，所以这里比较他的功德，就是说你现在还不需要，为什么说不需要呢？所以者何以下，为什么不需要，下文呢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再讲。